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晚安啊！今天2021年6月5号，星期六啊，周休二日。我是环球邮报的社长燕国龙燕社长，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今天台湾539的四支发展号码。今天呢，礼拜六，顺便全真也报告出来。我们今天用四支号码，就是用16102030，16102030，我们兼两二合就好了，也是叫两星。我们在台湾彩绘公司跟老板讲说，我要买二合，150块，16102030，全车一支啊，跟老板说我要买全车啊，也就是1616啊。全球一支16啊，这个今天提前给各位公开，祝大家好运，都能中奖啊！社长电话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感恩感谢啊！参加我的 LINE 啊，我就免费赠送。